8个曲目。那另外呢，第二个就是这个胖曲乐团，胖曲乐团这个是打击乐的，这里面有这个打击棒啊，也有菜刀，也有各式各样的打击乐。那第三个呢，刘小凯乐团，刘小凯乐团是我们在地的乐团哈、哦，那么他们演出也很多哈、哦，包括这个偷大力的来、痴情玫瑰花等等。那今天下午的音乐其实都很轻松，这一场哈、哦、真的是好事多磨。这一场本来是预定15号演出，延到17号遇到台风，今天才延到今天。如果再延的话，下礼拜又遇到台风了。所以这个我们大家掌声要热烈一点，好不好？然后晚间7点哈、哦，有在这边有环境剧场，和恋恋贝贝楚，好、哦、把巴德皮塘开发的故事，还有巴德的这个古厝，好、哦、都能够呈现得很好，就是恋恋贝贝楚哈。那希望大家喜欢那个恋恋贝贝楚的活动，然后明天一样有这个在这边哈、哦，地景艺术节哈、哦、落幕，明天晚上。一样在这边演出，那连续2天都很精彩啊！如果你要去新屋哦，要趁这2天哦，白天哦记得去。今天是坎工，明天早上一大早要在那个我们海边的冈哨哈、哦，有布置成一个冈哨的地景艺术，在那边举行慢跑，这个空袭警报慢跑，那是一个很美丽的海洋。然后慢跑完以后有举行哦，坎工的那个。这个美食飨宴，好有海产，有客家的这个美食等等，好，所以明天其实新屋也有活动，白天也有活动，那希望大家这2天呢时间上许可，不要错过了这个台湾的地景艺术节，我们也即将把这个艺术节发展成一年期中展，一年大展，那我们跟这个日本的像濑户内海的艺术节，像这个新舄县的月后七友的大地艺术节，那也会来结盟哈、哦，来互相交流，那也会让我们这个地景艺术节成为我们桃园的品牌跟特色。好、哦，那今天大家用最轻松的心情来参加草地狂想的音乐会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